因为我们这个虽然现在是往这个改革宗的思路上去走，但是我们传统教会这个很注重祷告，所以我们过去的祷告里面形式非常多，有这个行走的祷告，这个绕城的祷告，然后这个有祷告圣餐，然后专门这个聚在一起，大家会有一整天的祷告，然后有通宵的祷告，半宵的祷告，所以祷告形式是很多。然后在一起的话，我们重点的会这个有一些变化，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祷告当中很注重的是我们那个小县城的问题，小县城的教会它怎么发展，它的路在哪里，还有弟兄姐妹的一些疾苦啦、困境和难处，焦点都在这块儿。然后我们有一些转变，就是学习如何以国度为中心的祷告每到一个这个地方一个单位或者学校，那每接触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个触景，在这种情景之下，然后我们会为这个单位祷告，为他的成员祷告，对一些公检部门的一些不太愿意为他们祷告的这种变化转变为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关怀求告上帝的恩典怜悯在他们的中间，然后我们有一些这样的一种转变。